好，说到最近呢，娱乐圈较为平静啊，头条啥的都不太劲爆，还愁死梁静，求头条王汪峰就必须要再战一下，恋爱、求婚什么的，什么的招数都用完了哈，婚礼呢也还没到，那就绞尽脑汁，大概也就剩个婚礼前的准备了吧。其实这都是说笑了，但是汪峰和子怡的婚事真的有人出来爆料了，来听一下。其实我认为啊，上头条这个已经太老掉牙了。如果大家可以的话，看琢磨琢磨一个什么新词儿。新词儿没有，新房子倒是有两套。日前有爆料称，汪峰向章子怡求婚后，已经开始装修婚房了。据知情人士表示，汪峰、章子怡在京郊新购买了一大一小两套豪华别墅，价值分别为8000万和4000万。目前正在装修的大号别墅是汪峰所买，年内有望装修完毕，之后二人将完婚入住。